不是定法，啊，第三呢，请问老法师，这个厅中有佛堂，家里的人如果穿短裤，是否不恭敬？啊，这是大概是你家庭里面客厅呢供着有佛像，啊，那么在家里的人啊穿短裤是不是不恭敬？ 如果是学佛呢，那就不恭敬；如果是不学佛呢，那就无所谓了。啊，你家里人是不是全家都信佛？啊，如果全家只有你一个人信佛，家里都不信佛，他穿短裤也无所谓，也种了善根。为什么呢？经过一次总看一次啊！一粒眼根，你永为道种啊！那也是慈悲心度了他吗？ 佛法是心法，啊，看你用什么念头去观想。